个既有趣儿而又荒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就从这三个小家伙开始。是啊，应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。两下子，简直可以登台表演了。什么？咕咚啊啊！咕咚来啦！快跑啊！快跑！咕咚，什么咕咚啊？我从来没听说过嘛！咕咚来啦！快跑！你说什么来啦？啊？什么叫咕咚啊？就是可怕的怪物，快跑！等等，小熊还在做梦呢。咦，这怎么回事儿？哦。小猴子在闹着玩呢。咕咚来啦！快跑！哎呦！小猴子，快跑吧！咕咚来了！啊？什么？
找什么？哎呀，真没礼貌，哪有这样问人的？对不起，你跑什么啊？哎呀，可怕的咕咚来了！啊，咕咚！小熊，快跑啊！咕咚来了！小熊，快跑啊！咕咚来了！哎呀，你还不赶快跑啊！嗯，跑归跑，也得看路啊。什么？咕咚来了，是个怪物，它有三个脑袋，六条腿，快跑！小猴可吓坏了。以为是碰到咕咚了，河马，河马，快跑啊！咕咚来了，咕咚来了，快跑啊！咕咚来了，快跑啊！
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咕咚，咕咚来了，可怕的咕咚来了。嗯，咕咚，咕咚，是个大怪物。哦，还是个大怪物。大家都说它有三个脑袋，还有六条腿。不，不是三个脑袋六条腿。是六个脑袋三条腿，不是三个脑袋六条腿，六个脑袋三条腿，三个脑袋六条腿，六个脑袋三条腿，三个脑袋六条腿，三条腿，三个脑袋六个脑袋，三个脑袋三个脑袋三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咕咚谁都没见过，可越说越悬了。大象，你说咕咚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没见过。嗯，河马，你说咕咚是什么样子的？哎，你可见过？我呀，我也没见过。你呢？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我们也没见过。哎，没见过，怎么都吓成这样了？真奇怪。小熊，你说咕咚什么？你见过咕咚了吗？啊，我是听小猴说的。我，哎，我是听小狐狸说的。你不信，你去问他。我是听小兔子他们说的。你们都见过咕咚了吗？我们在湖边玩，亲耳听见的，咕咚，咕咚，可怕极了。嗯，这声音可吓人呢。这么说，谁也没见过咕咚了？我们怕，不敢看。我们都吓糊涂了。走，我们到湖边去看看，把事情弄个明白。你们别怕，快出来吧，没事儿。他们总算提心吊胆、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湖边。就是木瓜掉在水里的声音，咕咚。
是百闻不如一见呐、啊！以后谁要没弄明白就瞎咋呼，就让木瓜掉在他头上，结结实实的敲他一下。